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月9号发表声明指出，沈阳市第二监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场所，被迫害致死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9人。由于中共的讯息封锁，实际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可能更多。而最近有媒体曝光了沈阳第二监狱的黑幕，让外界更加看清对中共黑监狱的种种指控，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。在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镇，有一座占地40多万平方米的巨大监狱城，号称中国首座监狱城。由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亲自主持兴建，耗资10亿元人民币。监狱城由沈阳第一监狱、第二监狱、新入监犯监狱、省女子监狱等四大监狱，以及一个监狱总医院组成，几乎将辽宁省重点监狱全部囊括其中，被称为薄熙来的政绩工程之一。2月5号，大陆澎湃新闻网以8000多字的篇幅，在国内独家揭秘了沈阳监狱城内第二监狱的种种乱象，不但披露了有服刑犯人吸食毒品、聚众赌博、过着度假般的生活，更进一步曝光了狱警受贿、夹带违禁品和毒品、殴打犯人、超期禁闭、从事减刑和保外就医交易等等黑幕，令外界一片哗然。然而，一位曾经在沈阳监狱系统工作10多年的狱警向新唐人披露，上述的种种乱象不仅仅发生在沈阳第二监狱，而是遍及整个沈阳监狱城乃至全国的监所。此外，能够享用手机上网、PSP 玩游戏、MP3 听音乐、DVD 看碟、用现金买东西，甚至找女人开房的，只存在于狱中有钱、有势、有门路的特权阶层。到那里分369的啊，那有爸的，一般那个时候还有些有事的，就是说还干点窍活啊，都是犯人管理。他们呢，只有一种待遇，这就是有钱有势的啊，在社会上他可能是比较有名有声的，就地痞流氓啊，像这样的话呢，他们能够拿享受很多的好的待遇，监狱啊也允许犯人家属啊在可以同居啊，也可以在里头吃那个高价餐呐、啊。那简直都不像话，现在话的很多监狱还是普遍的。与这些特权犯人相比，大多数没钱没门路的普通犯人过的日子则可以用煎熬来形容。他们不但每天要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，挨打挨饿受罚遭虐待更是家常便饭。如果不幸生病又没有钱，即使病死在狱中也不会被批准保外就医。我在监狱时候的话呢，你比如减刑的话，那大部分都是花钱减刑，把特别是保外就医这块的话呢，大部分都是花钱，不花钱根本就想保外就医保外不了，减刑也想减不了。监狱不有医生吗？先给他医生进行送钱，送钱之后呢，哈，需要保多长时间，完了再和监狱长沟通，完了再到哪个固定医院，哪个医生还要给钱之后呢，哈，进行特币，太多了这里头。恶劣的环境使得沈阳监狱城每年都会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，很多犯人是被打死、虐待死、过劳死、病死甚至饿死的。但是在狱方一手遮天的处理下，这些黑幕往往很难得到曝光，就连家属也无法得知真相，或者是有冤无处诉。据澎湃新闻网曝光，仅2012年到2014年间，沈阳第二监狱至少发生了4起服刑人员死亡事件。虽然监狱医院开具的死亡鉴定不是突发疾病身亡就是自杀，但家属看到的却是亲人伤痕累累甚至残破的身体。